勇哥，你等等我。哎呀，刚才那两个人是羚羊唱片公司的制作人。哎，我告诉你，他们对你非常感兴趣。看来你出专辑的事儿啊，有戏。给。哎，你别呀，勇哥。咱可说好了啊，这次要是成的话，我可就是你正式的经纪人啊。我可没时间跟你扯啊。我约了人，哎，改天再说。哎，勇哥，你，哎，快点起来。我要当火车。啥呢你，火急火燎的。我要回蒙城，我弟结婚。哟，你弟结婚了？孙小健，你啥时候结婚啊？结你个头！哎，雪峰，什么事儿？哎，勇哥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羚羊唱片公司啊，刚打来电话，他们已经同意给你做专辑了，就等着你回来签合同了。对，这回你的经纪人啊，我是当定了。参加完婚礼啊，赶紧回来，一天也不要耽误啊。放心吧，耽误不了。妈，永健，哥，哎呀，你可回来了！妈，误了一班车，没赶上。没事儿，你回来就好。我呀，刚才差点迷路。是啊，哥，你可是四年都没回来了。一下车我就在想，这是哪儿啊？还是蒙城吗？这些年蒙城的变化真的挺大的。不错呀。在这儿举办婚礼不俗啊。嗯，这是达海的主意。新娘子还没叫人呢。大哥。哎。时间过得真快啊，你们俩都长大结婚了，恭喜你们。谢谢大哥。谢谢大哥。这次回来的匆忙，也没给你们俩准备结婚礼物，那下次给我们补上呗。你小子，哎，哥，还记得吗？四年前，也是我们和萧可在这儿送的你。那年我去北京，你们来送我，还把艺术家买画的钱全都给了我。哎，永健，你在那边有女朋友了吧？
赶快抓紧时间结婚吧。你看他们。嗯，是啊，大哥，结婚挺好的。我宣布，实力派歌手崔永健正式签约羚羊唱片公司。不管多远，内心多少依恋，从当初到今天，无论我身在何处，都幸福。是啊，在上面是什么感觉呀？腾云驾雾，神仙一样的感觉呗。哎，大海，你说，要是我们的婚礼在上面举行，那该多好啊！那好，那我们就重新补办一次婚礼，我一定要让你感觉到那飘在云上的感觉。真的？真的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来，勇哥，来，恭喜恭喜！公司刚打来电话，你的专辑啊，下个星期上市，真的。来，提前庆祝一下。嗯，哎，对了，一会儿咱去哪儿嗨去呀？我叫上大伟、小乐他们。嗯，改天再说吧，我还有事儿。你说，男孩呢会像我，女孩会像你，那咱们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呢？那我就生男孩。哟，怎么检查完了还没有回去啊？是不是要当爸爸妈妈了，心里特别高兴啊？不过一定要来定期检查。再见。说过吗？别人一大清早给我打电话，我这刚睡下没几分钟。啊，还
现在可是下午两点多了。哎，哥，我跟你讲一个好消息，雨兰她怀孕了。真的？傻小子，连你都要当爸爸了啊？哥，你要是没事的话，就回蒙城多待几天吧。我现在一点时间都没有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的新专辑马上就要上市了，有一大堆的事情等着我处理呢。是吧？那太好了，妈和雨兰知道了一定很开心。等你专辑上市了，我一定会亲自去买一张，天天放给雨兰听，让我孩子也接受一下胎教的熏陶嘛。傻小子。龙哥，龙哥，走吧。十万火急把我叫来逛超市啊！哎，勇哥，我在公司正替你闺女发专辑的事呢，你干嘛买东西非拉着我呀，勇哥？哎，勇哥，哎，会买小孩衣服？小孩？谁的小孩？哎，勇哥，不会是你的吧？想什么呢？给我侄子买的，我弟马上要当爸爸了。哦，哎呀，你真把我吓了一跳，我还以为是你呢。哎，勇哥，这专辑一发呀，到时候啊，肯定影响力很大，你可就是公众人物了。勇哥，有些事啊，咱可千万……哪儿那么多废话呀？赶紧走。樱花东街，好，55号院，崔达海收。哎呀，我说你这臭字儿，真得好好练练了啊！哎，油边别忘了啊！哎，好。哎，小可，什么事儿啊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我弟死了。哎，勇哥。
回来了。哦，大海的案子属于肇事逃逸，根据现场调查推测是辆黑色宝丽车，因为没有目击证人，所以暂时还没有找到肇事司机。没有找到，那你们是干什么吃的？崔永健，你冷静点儿。达海死了，你让我怎么冷静？啊？永健，妈，永健，怎么了？玉兰不见了。你先回家。啊，走。云驾雾，神仙一样的感觉呗。哎，大海，嗯，你说要是我们的婚礼在上面举行，那该多好啊。嗯，那好，我们就补办一次婚礼，我一定要让你体验到那飘在云上的感觉。真的？嗯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他现在情绪极不稳定，又有身孕，我们要加倍小心地护理他，一定不能让他再出现意外了，知道了吗？嗯，谢谢您大夫。走吧。
你说什么？费用有人结过了？对，没错。哎，大夫，那您帮我查一下，病人登记的名字是不是叫雨兰？是，没错。哎，那您还记得那个人长什么样子吗？呀，人太多了，真记不住。是不是你们家亲戚啊？哦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医药费是你结的吧？不是，不是你还有谁啊？真得想想，雨兰以后怎么办？她现在还很年轻。会像你，男孩会像我，那咱们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呢？那我生男孩。雨兰，别难过，马上就要当妈妈了，为自己的孩子想想，要好好的活着。好好的活着。
妈。嗯。我想跟您商量件事儿。我想跟您商量。孩子的问题，你不了解一个将要做母亲的人。明天我陪你去医院。这个孩子不能要。你还好吧？大海的案子还没有任何线索，一有进展我会马上告诉你。那我先走了。我送送你吧。不用了。
说，勇哥，你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公司这边催得很紧，他们说了，你要不认真履行合约，公司马上就起诉你违约了。来，请你签收。谢谢。不客气。玉兰又不见了，你赶紧去找找吧。妈，你别着急，我这就去找。Thank you.
你好吗？你走了，妈和大哥很照顾我，但是有一件事情，我没有听他们的话。我要生下我们的孩子，还记得吗？你说过，他长得像你，生下他，我就会再看到你。你要保佑我们的孩子，让他好好长大，好吗？妈，我要先回去了。下午的火车。你走吧。雨兰呢？一大早就出去了，他脾气犟得很，怎么也拦不住。你走之前有空的话，再找他谈谈啊。你放心吧，今天中午那场车祸，被撞的是我。小姐，你有没有看到那天中午那场车祸？被撞的人是我的丈夫。姑娘，我跟你说，你别在这儿。被撞的人是我的丈夫，姑娘逃跑了。我跟你讲，你别在这儿啰嗦，别在这儿折腾了。我跟你说，你知不知道车牌号是多少？你知道吗？影响我做生意呢，你知道不？干嘛呢你？放手！他影响我做生意，你不知道？咋的？你想打架是怎么的？啊？做生意？他耽误做生意咋了？生意耽误做。我等你了，这人咋这样啊？我都不知道，非要开除，告你不行。永健，罚款交了吧？这么些年了，脾气还是没改。改不了了。哎，对了，给雨了。放心吧。
你买这些花做什么用啊？啊，我儿子考上大学了，我想在家里给他办个 party。哦。哎，那个叫雨兰的姑娘怎么没见呢？过去每次买花，总能见到她。她呀，已经走了。走了？对，她怀孕了。家里出了点事儿，状况不太好。宋永健，这些日子你死哪儿去了？回来就好，赶紧带我上医院去。没听明白呀？我怀孕了。哎，我说，要不？再考虑考虑，考虑什么呀？真的要做？难道要把他生下来吗？有什么不能的呀？宋永健，生下来你养啊！你回来后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
哎，勇哥，怎么办呀？这官司输了，咱欠公司一大笔违约金，咱去哪儿弄这么多钱啊？我现在没钱。可是羚羊公司又打电话过来催了。兄弟，你看我能值多少钱？把我卖了。哎，勇哥，都到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开这种玩笑？我都快急死了。真打算自个儿卖，能行吗？真有你们的？放心，卖得好了，正好抵你们的违约金呗。说不定销量大了，这库存呢还不够呢。哈，吹吧你就。哎，对了，赶紧告诉崔永健，一个月之内要是交不上违约金的话，我们就会要求法院强制执行。用不了一个月，你们就等着瞧好吧。Thank you.
有完没完啊？想累死我呀？你就别再啰嗦了，赶紧签吧。来，这一签一唱一卖的，可就来钱了。臭小子，蹬鼻子上火，冲我来了是吧？勇哥，咱要照这样卖下去啊，肯定发了。不但把咱欠的账给还了，而且呀，还有的赚呢。赚了钱我就回蒙城。啊？你说什么？没事。我刚做了一首新歌，是为了纪念我已经去了天堂的弟弟。弟弟大海，献给大家。活力，滴滴走了。
黄总，我是雪峰，有件事情跟你商量商量。好。别再发愁了，咱欠的钱呀不用赔了。云阳公司呀准备重新给你签约。你没吃错药吧？他们对你那首新歌特感兴趣，说准备先出一首单曲。弟弟打海？对对对，就是这首弟弟打海。昨晚呀我领着黄总还有制作人又去听了一次你的现场版，哎呀，那绝对感人，绝对震撼的。黄总都说了，这次呀，准备给你重新定位，把你向创作型歌手包装。哎，勇哥，这次呀，咱的机会可真的来了。我第一次听你唱的时候，我就有种预感，这首歌啊，肯定能行。勇哥，你肯定能红。替我还债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我是在说啊，怎么才能多挣点钱？赶紧去公司呀，签了约，发了专辑，红了火了，咱要多少钱有多少钱。哎，崔永健，好久不见了。对不起啊，请你以后不要再来了，我要搬家了。哎，勇哥，你什么时候搬家？哎，怎么没告诉过我？大海的案子有眉目了。根据目击证人的指认和我们的调查核实，肇事车和肇事司机已经找到了。他是谁？他现在在哪里？妇幼保健医院院长林一清的儿子林中华。玉兰，走吧，大姐，我们家不欢迎你。玉兰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我想照顾你，我要照顾你一辈子，玉兰。你跟我结婚吧。你不用在乎别人怎么说怎么看，你应该为自己活。
而不是为别人活。自从达海死的那天起，我就在为肚子里的孩子活着。肇事逃逸的那个人已经找到了。弟弟走了，无声无息。弟弟走了，青春不再有活力。弟弟走了，飞翔在我的心底，飞翔在我的心底。子枫，哎，帮我订车票，我要回蒙城。这么急啊，勇哥？这边还有一大堆事等着你办呢，你可早去早回啊。这边的事情呢，你就想办法帮我解决吧。我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再回来了。没开玩笑吧，勇哥？现在可是你事业发展的大好机会。你要是走了，可就……我想回家了。帮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吧。达海，你好吗？我很好，我们的孩子一天天的在长大。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，这么急切的盼望他赶快来到这个世界上。在别人看来，我是一个心里装满痛苦的人，可你知道，我不是。因为我一直有你，有孩子。大海，我想你，我很想你。玉兰，
对不起。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。那次医药费是你交的吧？记着，别忘了到医院定期检查。妈。你这次准备待几天走？再也不走了，妈。从现在开始。我要像打海一样照顾这个家。你这家伙总算是回来了。目前什么情况了？肇事司机是妇幼保健医院院长林义清的儿子林中华。林义清去找过你们家，希望协议解决。阿姨和雨兰没有同意。大哥，我来接你回家。崔永健的这张《弟弟打海》销量很好，下一步全力推荐 MTV 盛典的评奖。今天晚上我们在银河大酒店举办庆功宴，大家要盛装出席哦。哎，雪芳。你可是咱们公司今年最棒的经纪人，崔永健是发一张火一张，他红了你可是功不可没，趁着势头继续努力。放心吧，黄总，我们能有今天的成绩多亏了大家的支持，以后啊我们会更加努力的。好，祝贺你啊，雪峰，加油，恭喜了啊。什么时候请客吃饭呀？大家定吧。一定要请啊。放心吧，黄总。
玉兰，我能不能和你谈一谈？你现在身体怎么样？要当妈妈了，好好保重自己。玉兰，我结婚的时候和你一般大，怀孩子那年他爸走了，再也没有回来。那时候孩子就是我的一切，这些年其实我一直都是为他活着。我真不知道如果没有他我该怎么过，可是我怎么都没想到是我儿子伤害了你，伤害了你们全家。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知道我不应该维护他，可是我实在没有勇气。在你面前，我是有罪的。这些情，我想了很多很多。作为母亲，对儿子该做的，不该做的，我都做。他现在长大了，成了大人了，他应该对他所做的一切负责任。其实，我今天到你这儿来，只是想看看你。好了，我走了。院长。
我同意撤诉。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，好像就是在突然之间，我理解了这个母亲的心情。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孩子告诉我这么做的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支持我这样做。我也相信他将来一定也是像你一样善良，一样宽容的人。大妈您好，这是崔永健家吗？大妈，我是崔永健的朋友，特意从北京过来看他的。他去花店了。花店？啊。顺这个胡同，往右拐，一直往前走就到了啊。哦，好，谢谢大妈。慢走啊。好。刚才我还在想，这是我认识的崔永健吗？我的世界曾是灰色，无望中失去方向。我的心里长满荒芜，迷乱中自由放逐。我在摇摆，不定中徘徊。但是渴望一种坚定，因为继续是一种残酷，所以恳请你让我留下。雨兰，雨兰，
你这样的女子如清风吹散阴霾。玉兰，玉兰，你这样的女子好似细雨洗尽尘埃。灰色无望中失去方向，我的心里长满荒芜，迷乱中自由放逐。我在摇摆不定中徘徊，但是渴望一种坚定，因为继续是一种残酷，所以更轻易让我留